邱文化局特别以传统艺术甲生活庆安宫宗教文化来做结合，精心打造了四台手工艺车，由庆安宫妈祖甲千里眼顺风耳随车，串联布袋戏以行动艺术方式，对生活火车道来出发，步行沿路来做布袋戏行动表演，现场吸引了真侪民众来观看，希望予大家看见传统艺术也会当转变成艺术表演。2021台湾艺术节，市有文化局特别以传统艺术甲生活庆安宫宗教文化做结合，办理匠心收文艺活动，精心打造四台手工艺高车，由庆安宫妈祖甲千里眼顺风耳随车串联布袋戏啊，以行动艺术方式，对生活火车站出发，步行沿路做行动表演。今仔日转来一个庆安宫，啊，参咱的妈祖啊，加匠心民来到咱生活。啊，来做绕境吼，啊，保庇大家平安。同时，咱透过掌中戏的方式来展现着这个艺术啊，参宗教要安那做一个结合。所以，这次的艺术节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特殊，透过艺术，透过宗教，参老百姓生活来结合做伙。尤其这个疫情的当下，透过这种活动，会当抚慰人心，啊，让大家事后会当事事平安。在艺高车游泳演出以后，总算是回来到庆安宫，由文化局长叶泽山、市议员林志典、主委张志胜等人共同迎接大妈、二妈、三妈、关圣帝君入庙安坐，并且上香祭拜。只有在众神庇佑之下，瘟疫会当完全来消毒。而且今仔日阁有办一个武侠匠心修温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艺歌吼，啊，这个游巡啦，吼、哦，啊有来请咱庆安宫大妈、二妈、三妈，啊，阁有咱的中官元帅，阁有咱的关圣帝君啊，做伙来这个巡境来。甲咱这个疫情吼，会当予伊室温，啊会当吼保庇咱众生，啊大家拢会当吼安尼平平安安啦吼，啊身体健康。另外，伫生活庆安宫庙埕广场，有着在地艺术团体表演布袋戏红啊，现场是吸引了真侪民众前往观看。市府文化局表示，希望予大家看到传统艺术也会当转变成艺术表演。记者萧建伟，彰化区采访报道。